大家好，我是双双，现在是早上的7:15，我和江南去取酒糟，然后顺便给爷爷打点酒。上次没有给爷爷打酒，爷爷还有那么多，这次就剩一点点了，给他买点酒，别让他断了。到地方了没你？加一块就开半个小时车，你就睡着了？啊？到地方了？这么快啊？太快呀！我的妈！这是大叔给我们准备好的酒糟，然后还冒着热气儿呢，但是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长，冻住了。今儿个自己动手。咋的呀？大叔不在呀？意思大叔不在家呀？那你自己铲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，我给你俩整吧。跟着江南装了一会儿，装的我好累呀，实在是悠不上去了，这车马上就要装满了，然后那个大叔上县里办事了，不在家，哎呀太坑我们了。今天好像这酒糟多是不是啊老公？这么装时间没有被铲车，铲车装的实诚，这么的不实诚。啪啪一了就啪下来，对，这么的松，咱们咋装它也是松哈。对。这出来有多长时间了，大叔？这酒糟啊？应该也快7:30了吧？快8点了吧？不得1个来点了？六点都出来了。哎，使劲拍。我老公也装不动了，看，喘的。那说能干。大叔，给我打壶酒子。好。数酒了，也开始遭罪了。来10斤，20斤。10斤的呗。我买个。就这个。这会儿的酒该快了哈，马上过年了吗？嗯，我给你扶着。不用。酒卖的快了。哎。啊，给我爷打的。啊、都是老头。哎，那你爷爷得有70-80岁了。啊。我说我们给你打吧。那可你上那来人随便。啊，我说我给你带过来的，咋也比那强。回去咋地买了也比他那买的勾兑的好。我给你扫码啊。啊，扫袋子去。你咱那头能喝到过年呢？我说高发等八大回来喝明，他让他自个儿上该李市场买了。都喝呗，都打回来了都。你吃啥了？吃巧克力了。吃巧克力了？早上吃饭没？吃。整的啥呀？面包片还有那个鸡蛋。厉害呀！今儿们拿锹装的，人肯定没搁家。今天好，今天来了，怎么过来的？
装了两大袋子，这一车都已经装完了，然后现在已经9:30了。这个草棚里又没有草了，一会儿准备再和江南再扎上一大车的草，然后我老公现在坐那边休息呢，轮了这么多的锹他也累了，一会儿再扎上一大车草大概够喂个2-3天的。然后今天下午我要去送点点画画跳舞，一会儿中午扎完草我们就去吃饭了。然后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，拜拜。